又爆下 Tim Horton 勇先。呢杯啊 ，Two Cream One Sugar 嚟嘅，所以呢一杯咧基本上都系垃圾咖啡嚟嘅。佢就喺一个壶度斟咗少少，又另转身咧喺一个壶斟咗少少，即系咧有一个系冻啲嘅。所以而家虽然系冒烟啦，但系饮落去都唔觉得好烫喉。通常越新鲜嗰啲咧，譬如你要啊。Black coffee 啊 ，regular coffee 啊，佢就會俾啲新鮮啲嘅。因為咧，佢啊侵啲舊少少嘅佢，甚至係攤到黏黏地嗰啲啊。因為咖啡咧咁啊擺出嚟咧，暴露喺空氣入邊咧，就越擺越酸嘅。整整下咧，就酸到唔飲得嘅。例如你。過了兩個鐘頭之後咧，那個杯咖啡擺喺度攤凍曬啦，你煲翻熱去咧，攞嚟飲咧都冇用嘅，因為酸咗啦已經。